要聚集在神子的面前，他把人们分为两群，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绵羊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基督说，你们必须宽恕你们的敌人70个7次。于是耶稣基督抱起那个妓女，对众人说，你们中间没有罪的，请站出来，扔第一块石头。内的部分执行委员违反先总理孙中山的意思，非但没有联合各党各派兼容并包，反而对党内的共产党员进行大规模的迫害。所以我宋庆龄现在正式宣布脱离中国国民党。公开反对蒋介石何苦呢？他们不过是想警戒一下国民党内的一些违法分子罢了，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。他只是想利用清党铲除意见分子，独揽大权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共产党员不断地在公共租界外面罢工抗议游行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对，单单今年就罢工了500多次，弄得是市面萧条，连我们银行的生意也不知赔了多少。已经有3个大使馆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了，这些共党行动再不制止的话，他们就会向黄浦江开火的。这就是这些共党员被杀的原因吗？国民党越来越大，党员也越来越多，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届时不一定知道。那他怎么当这个北伐总司令呢？我觉得你一直对届时有偏见，可是你知不知道他就快要跟妹妹结婚了。什么？妹妹？真的？是，二姐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是啊，妈妈都答应了，以后我们孔家、蒋家、宋家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了。那么大姐，你一直渴望的中国最大势力的集团终于诞生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什么你们的、我们的、他们的，你呀，也是我们的一份子。不对，我反对这个集团，我甚至反对妹妹嫁给蒋介石。
二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当初你要嫁给孙中山，人人都反对，我不一直支持你吗？明明呀，这可不是一种交换呢。但是至少也得公平一点。你可以嫁给中国的林肯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因为蒋介石不是中国的林肯，他只不过是宁波的拿破仑。二姐，你不可以侮辱人。你是怕有一天我会取代了你？我怕你会取代我？梅梅，你真的嫁一个好男人，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错了，庆玲，男人没有好跟坏，只有强跟弱。大姐，你真的这样想？是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尤其是在军阀割据、适者生存的今天。真的想不到，以前他连命都不要，去建立一个新中国，现在变成了如此是非混淆的地方。二姐，现在看来，姐夫还是比较幸运，生存在那个黑白是非总还分得清的年代，然后又神话般及时死去。妹妹，我不许你这样说。爷爷呀，爷爷呀，这个猫咪叫什么名字啊？爷爷呀，这个猫咪叫什么名字啊 ？Rosman， 过来。Rosman， 过来呀、啊！你别缠着依依，过来，叫你快一点。啊！一些不同的想法，伤了姐妹间的和气，值得吗？可是这些不同的看法，是会影响中国亿亿万万人的幸福呢。你们连自己的幸福都保不住，能保住全中国人的幸福？妈，船要开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要走，妈不留你。无论你到哪里去，妈都支持你。我只是希望，希望活着看着你回来。一定会的。去吧。庆玲，拿着。不，雨那么大，您留着用吧。妈回家的路短，你出门的路长，你拿着去吧。保重。那条船是到哪里去的？太太，你送他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能够知道？